传统中秋佳节越来越近了，亲朋好友相约团聚，这时候可别因为一口烟而破坏了整个团聚的气氛。因此，美国疾病预防还有控制中心呢，特别鼓励华人透过华语戒烟专线来达成戒烟的目标。而这个华语戒烟机构表示，免费戒烟的服务专线自成立以来，已经帮助了全美50个州超过10000名的亚裔戒烟成功，靠的就是专业而且免费的国语粤语戒烟专线，提供1对1的辅导，帮助瘾君子戒烟。除此之外，还提供了免费的尼古丁贴片，欢迎亚裔瘾君子为了孩子与家人下定决心一起戒烟。